Ready?游戏新干线于日前宣布，旗下首款叛逆武侠游戏《东邪西毒 Online》将于3月31日起推出最新资料片《夺标》，全将玩家等级上限从85级提升至95级外，还同步开放家族互标系统，以及海灵王墓、餐盒装、兼职侍者等高难度副本。此外，为了增添游戏的趣味性，具有人形样貌的代言人宠物玲玲也将现身，协助玩家一同打怪、练功、冲等级。游戏中还将推出千年迷梦常态活动、抢标车官网活动，满足玩家热血奋战的旺盛斗志。武林对决再次被唤醒，喜爱《东邪西毒 Online》的玩家，欢迎与各路好汉一同加入夺标行列。2011年最叛逆的武侠游戏《东邪西毒 Online》，由台湾 iPlayer 爱玩家所代理 ，Also Index 开发制作，受到广大玩家喜爱的中古世纪背景故事游戏《潘多拉 Online》，游戏官网已在日前正式上线，官方也正式宣布，4月8日到4月14日将展开 CCB 压力测试，将聚焦在游戏的压力承载、流畅度还有 bug 再修正等基本面。另外，台湾区版本的潘多拉 Online 在游戏设定上将保留与日本一样的设定，玩家可以不用担心有数据调整、物品没开放的问题。而 iPlayer 爱玩家以及4月9日与阅读可斯克女仆咖啡举办潘多拉 VIP 精英大集会活动，诚挚邀请精英玩家一起分享对游戏的想法与意见。发行商 Paradox Interactive 在日前公布了 Pirates of Black Cove 这款由 Nitro Games 所开发的全新游戏，预定在2011年第二季上市。游戏背景设计在16世纪这个大航海的时代，以海盗为故事主要题材，玩家将会跟着众海盗在加勒比海地区来回征战，征服领地，成为海盗之王。 Pirates of Black Cove将结合即时战略以及角色扮演的要素，各个不同的海盗首领角色都有独特的技能以及特色。不过玩家可是要讨好这些加入名下的海盗哦，他们不高兴的话可是会变成敌人的呢。当拥有实力以后，便能游历世界造访各地，与其他势力和殖民地国家在大陆或是海洋上战斗。当征服了一切之后，海盗之王的名称将会是玩家最棒的赞扬。万代南梦宫于日前公布一款即将在 3DS 上发售的新感觉运动游戏 Touch Double Pan Sport， 预定将会在6月2日发售。本作有别于 NDS 上的脑段、音乐团等等的触控知名游戏， Touch Double Pan Sport 将会同时使用两只触控笔进行游戏，在利用双手进行游戏之时，也会锻炼到左脑跟右脑的反应。习惯以往单手使用触控笔的玩家应该会觉得突然使用两手游玩一定会左右不协调，导致手忙脚乱吧。游戏收录多达7种类型的运动，包括棒球、篮球、滑雪、拳击等等耳熟能详的项目，并且也有磨练双手感觉的小游戏。对自己左右协调没有自信的玩家，可以先偷偷练习以后再进入游戏哦。FireWare 公司于日前发表了《质量效应2》的惊天动地最后任务《质量效应压境》，并于2011年3月29日开放付费下载。在《质量效应压境》中，指挥官薛普必须前进银河边陲营救一名卧底干员，该名干员可能握有收割者即将入侵证据。自本系列游戏开始以来，收割者入侵的消息便一直甚嚣尘上。此外，受到玩家喜爱的哈克特上将将重新归队在《质量效应压境》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演出过知名科幻电影《异形》《魔鬼终结者》的演员兰斯·科利克森将用他的声音演活上将。而 BioWare 公司也表示万众期待的《质量效应3》，他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请玩家慢慢期待即将释出的情报。在推理小说中，常常会出现设计精妙的密室以及精彩的心理陷阱，让犯案手法难以被破解。若是能够实际挑战的话，是否能够解开这些重重的难关呢？
现在手机上就推出了一款密室逃脱的益智游戏 Enter Escape 4，要考验玩家的智慧与逻辑。游戏内容发生在一座城堡之内，画面上会有许多的物品可以使用，例如有钥匙、水晶球、镜子等等看似有关系却又可能没有用处的道具。而至于什么东西又对应哪个物件，就要靠玩家的判断力咯。希望解谜的朋友快来挑战看看吧，搞不好新一代的福尔摩斯就是你哦。